牺牲了性命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和基督赐给你们恩宠及平安，也赐给你。今天我们在教会纪念一位早期教会的殉道者圣纳爵，他是安提耶的主教，107年在罗马殉道，在罗马的斗兽场。那他被送到罗马的时候，他写了7封信给他的教友，也给罗马的教会。在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里面，他还请求他们不要禁止他殉道，不要救他，因为他渴望殉道。他想到他这样在斗兽场被野兽的牙齿磨碎，会变成献给天主的面包。我们也求天主给我们跟他一样的，跟圣纳爵一样的精神，为了天主奉献一切。各位教友，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道礼。上主，求你垂怜我们，因为我们得罪了你。上主，求你大发慈悲，施给我们救恩。愿亲爱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基督，求你垂怜。基督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你殉道圣人们的英勇作证，荣显了你的神圣奥体教会，圣纳爵主教的蒙难，使他得到永垂不朽的荣耀。求你使圣人为基督舍圣的榜样，加强我们为信仰作证的勇气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。阿们。攻读《圣保禄中途至罗马人书》。弟兄们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因为福音是天主的大能，要拯救所有相信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。因为福音显示天主的正义，这正义源于信而归于信。正如经上所载，一人因信德而生活。天主的愤怒从天上显露在不前进和不义的人身上，他们以不义蒙蔽了真理，因为关于天主的事，人所能知道的是显而易见的，原来天主已经显示给他们了。从创世以来，天主那看不见的美善，就是他永远的大能和神性，都可凭他所造的万物辨认出来。所以这些人不应有什么借口。他们虽然认识天主，却不以他为天主而光荣他，或感谢他。他们的思想荒谬，心智昏暗，他们自以为聪明，其实是愚蠢的。
他们把那不可朽坏的天主的光荣归于可朽坏的人、飞禽、走兽和爬虫形状的偶像。因此，天主任凭他们恣意妄为，自甘堕落，彼此糟蹋自己的身体，因为他们用虚伪取代了天主的真理，敬拜侍奉受造物，却不敬拜侍奉造物主。他理当永远受称赞。阿们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高天陈述天主的光荣。高天陈述天主的光荣。高天陈述天主的光荣，穹苍宣扬他手中的画工，日与日互递消息，夜与夜相传之事。高天陈述天主的光荣，不是言也不是语，是听不到的言语，他们的声音却传遍大地，他们的言语也直达地极。高天陈述天主的光荣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天主的话是生活的，是有效的，能辨别人心中的感觉和思念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路加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耶稣说完了话以后，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到他家里吃饭，耶稣便进去坐席。那个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先洗手，觉得奇怪，主对他说，你们法利赛人只会洗净杯旁的外面，但你们心中却充满贪婪和邪恶。无知的人啊，那造外面的不是也造了里面吗？只要把你们杯旁里面的东西施舍给穷人，你们的一切便都洁净了。上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今天的福音提到犹太人的一些传统、一些习俗。那我也想到我们教会现在也有一些传统。以前犹太人他们去外面办事情，然后回到家都会他们先洗手，但也是有象征性的意思，因为在外面可能不小心无形中会碰到一些不洁净的东西 或不洁净的人，所以要这个不洁净的部分 洗掉。那我们在教会现在也有，在我们的教会的礼仪的时候，我们也有一些特别的动作或是一些习惯，比如说我们会画十字圣号。那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我们要画十字圣号？这种恐怕会变成一种习惯而已。我们每一次做这个动作也不会特别意识到我们在做什么。不是为什么礼仪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站着，有时候跪着，或是坐着，什么意思？我记得我小时候
从小时候参加弥撒，都跟着旁边的人做什么，我就跟着，也不晓得福音前为什么要这个手要做三个动作，在这里、这里还有这里，不知道，反正看大人旁边的教友做什么，我也做。我想我们有时候也可以花一点时间研究我们信仰，我们的教会的礼仪，参加礼仪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动作，那些动作的意义，我们这样会比较投入我们教会的很美的礼仪。还有今天我们纪念很伟大的圣人圣纳爵，我想虽然我们弥撒的时候我们不会念他写的信，可是我想我应该网络也有可以找一下，非常非常好的他写的非常好的书信，我们看了以后也会比较了解早期教会的情况，还有那些圣人的殉道者他们愿意死亡的动机是什么，会帮助我们让我们多花时间研究我们很美的信仰，我们教会的传统这样的研究会帮助我们更了解更爱我们自己的信仰。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主，愿你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，我们却已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，为光荣你的圣名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主，请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、家人、亲友及一切恩人，施恩于教会首长、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背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分施其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，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捐弃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善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祈求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
如同在天上，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感谢天主，他今天赐给我们圣纳爵殉道者的榜样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们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圣道里里程，我们去传播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预备永生的路。